看下课哦，你们两个人都看什么呀？外面好像有什么东西，他们俩一直蹲在这里。我爸妈派我出去看一下。哎呀，怎么有个鸟巢啊？老婆，快来看。什么？有个鸟巢啊。哎，对。哎呦，我感觉这个兆头不错啊。这个时候我就想吟一首诗：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不知道有没有懂风水的观众老爷给我科普一下，哎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鸟蛋。咁样有啲丑样喎，唔对称啊。哎，我们别去打扰他们了，就让他住在这里啊。怎么门口又有一只小鸟？最近家里鸟有点多，看它的样子好像受伤了，眯着眼睛。带大家看看，我们家今天有个意外，有一只鸟鸟飞到我们家来，好像是脚受伤了。我戴着手套请它下来，乖啊，来，哎，好乖。欧卡爸在给小鸟准备个笼子，这是我们以前养小仓鼠用的，一直没丢掉，现在还派上用场了。嘿，这个小家。欧卡爸现在要把它放到笼子里了。哎呦，还是有点紧张，我去给它拿它吃的。有吃的有喝的，让它在这里休息休息，观察一下状况。我们现在让欧卡和叉哥见一下小鸟。嗯，你看看叉哥。爸爸，这是什么？让我看看。你别吓到人家，快来看，我们有个新伙伴。哎呦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哇哇哇哇哇哇！抓得我好痛啊！你放地上，让他们看看小鸟，小心点，别让它吓到小鸟。有笼子。两个人很好奇。这是小鸟跑开。你们俩吓死人家了，还好这小鸟有个笼子。你是要吃掉人家妖怪？我看，你来，我觉得你太危险了。你看掐口多好，掐口多乖啊！掐口人家静静的围一围小鸟。呦，你看你这么激动，小花。我要跟小鸟玩，激动死了。我看你。为了跟小鸟玩还说话了。呦，你看你是不是吓到人家了？你看掐口多好，今天小鸟回家了啊，你看小鸟回去找妈妈了。小鸟现在应该就吓死了吧。小鸟小鸟小鸟是外面有两个妖怪。好了，你们俩别吓小鸟了啊，别吓小鸟，把它拿走了。今天放人家回家了。爸爸，我要跟小鸟玩。他跳舞了，欧卡都。给我看看小鸟。他可怎么那么淡定啊？欧卡，你不是想吃掉小鸟吧？危险。想和人家玩。亲密接触一下。呦，你们干什么？爸爸今天要放小鸟走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带小鸟去见他的妈妈了。我要去放小鸟了，两个人不开心，放走我的小伙伴。尤其是欧卡，特别喜欢小鸟。走了。